这是为各位准备的餐前桃花蛋糕，小姐们先尝尝，欧月她一会儿就到。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糕了，确实很好吃，可兰阿姨太有心了。可爱的孩子们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帮人系领带。这可是你妈妈精心为你准备的宴会，你这样哭丧个臭脸过去非常不妥，来下一个。好痛。这下对了，就这个笑容弧度才合适，懂了吗？走吧，要笑着入场，演不好我可会惩罚你的。你这次回来就留在我这里，我给你一个部门来管理，如何？叔叔，我爸还有个公司等着我打理呢。我呢，其实不在乎这些，我就想每天开心，做我感兴趣的事儿。很豁达。嘿嘿，想可兰阿姨的秘制叉烧清泉冰鱼了，今晚能不能让我饱饱口福啊？让夫人安排一下。是，晚上跟我回家。好哎，终于能吃上好吃的清泉冰鱼了。又痒又痛，早就知道我妈组织的这些相亲饭局不管用。先坐下吃饭吧。这是 K 氏米家集团的千金，这是鸟剑风格影视的千金，这是……先吃饭吧。这个场合他怎么会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表现太差了，宝贝，这是在提醒你。月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热？不行，要受不了了，我去趟卫生间。月月过敏的好严重。欧家的大少爷真的有点奇怪，我也听说过他有不治之症，不会真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他有病。再忍一忍，我要克制好情绪，不管怎样都不能在妈妈面前崩溃。没想到又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了，不过那个小子跑哪儿去了？要赶快回去了。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，少爷。我们该回去继续参加晚宴了。你不是一点都不想回去吗？可是我没有选择。你当然有其他的选择，现在我要开始治疗了。现在不行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。别说话，我们会很快。好。夫人，欧少爷去卫生间有点久了呢。月月没事吧？刚才跑得有点急。把衣服脱掉。你要和我在这里？你都在想什么呢？我是要在这里给你做治疗，